走。改成八点吧，那不能改。哎呀，晕。全军出击，把他们解散。哎，你回我回，你不回我不回。你回我也不回了。我让你丢三个兵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他指定是砸了，但没砸着。锤开翼，吃药锤晕，锤走位，锤跳下来点烟，锤好了，没想到吧，我生了，哼，我也没想到我生了，我说实话，这波生啊，我是没想到的，不知道你们想没想到。哎呦，回家了。你想到了？你想到了吗？这咋除啊？等一会儿。我等个875，等个875不如直接等个900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好。也没多钱，反正也就20块钱。等个三项那肯定是不行的，那能行吗？那900它有续航，那875没有续航。这小兵给我卡住了，不让我补那个兵了。一个英雄联盟要什么碰撞体积呀、啊？真的是又不能卡位，搞碰撞体积干嘛呀？直接穿呢，穿模。我直接跳锤，重锤，锤吃药，一晕，锤。锤锤重锤锤锤锤锤跳锤，他好厉害哦。这点烟我是没想到的。我们一手900块没打得过他个400块的，我没想到。他交闪没有？快点回复我，他交没交闪？
交了没有啊？他第一波交没交啊？第一波交了，你说慢了，要不然刚才他死了。这波我闪现上去杀他，他应该是死了。我们送了全队的人头，一下，两下，他把扣用了，严阵以待。这波不是那么很好打呀，这波要跟他打得叠被动，八成被动必须得有。想想他点炎好没好啊？他要点炎好了，我们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他可能想等个点炎跟我打一波。出招吧！你也太猥琐了。你要这波不跟我打，你可根本就没有机会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是他唯一能杀我的机会，因为我们有点脆。等我这波回家，他的游戏就已经结束了。我来个红宝石，游戏就直接结束。哎呦！还有谁？是他？哎呦，跳眼儿！我跳眼儿！哎呦，收不着，打不着！五级蓝枪啊，搁这儿呢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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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级蓝枪敢过来，我点烟给了他也死不了。你还不走，你有点过分了啊。漂亮，剑上。
这局没我啥事了，啊，没我啥事了。确实，他们杀的太快了，那没办法，溜了。失败了，走出门，真的，那铁男那波不杀我，就直接就游戏结束。我只要出个红宝石，破败一除，他就永远他也打不过我。我跳他脸他就要死，还贪。我先补个兵啊，好，你俩先打一会儿。这英雄那么恶心呢，那一个405的剑圣打不过一个130的一个铁男，真恶心。拆的二塔，我先杀这蓝枪，然后开 E 杀铁男，锤，重锤，重锤，这不还是有我事儿的吗？你看看。你干啥呀？哎呦我，哎呀，终极爆弹儿，嗯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红 buff 我们能不能给他拿了？溜了，呀，差100块钱，那没办法，那打个蓝吧。两件儿了，看招，我本来以为我拔牙的地方好了，但昨天我发现不对劲，我害怕里边是不是它是会塞东西，我拿那冲牙器一冲，冲出血了。真是跑得好快呀、啊！怎么一个月还没有好、啊？应该是伤口太大了。
缝了针一个月都没好。投降！我连基地爆炸都没看见，旁边全是岩浆，什么东西啊这？